这里边几张床？ 跟苏妈妈聊什么呢？她说昨天你对小夫妻被冻得不行，大吵了一架，今天早上连日出都没看，直接去世去了。是很晚，而且越睡越冷，我就是被冻醒了才发现你。 叫什么吗？闭上眼。什么？偷偷许下了心愿。真相。你背影，沿着长路的遥远，变成我荒芜梦境的真切。心动是少年温柔。
你觉不觉得我们特有缘？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，你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晨，我是晓，晨晓，早晨的日光，很配吧？ 脚踩是有什么玄机吗？讲讲。我的车胎虽然是防爆的，那万一以后遇上不防爆的，我也好自己学着换。你不用学，有我。 什么车过去，也没有人认识我们。我怎么会迷上你？我在问自己。 我什么都能放弃，居然今天难离去。